最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还是要精益求精，把场馆临时设施什么做得更好一点，更完善一下，让运动员来这儿比赛呢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测试赛的时候，发现了很多一些场地的一些运行当中的一些小的问题，包括有些地方是门把手有问题啊，或者是一些采暖上有一些问题啊，这些都是很小的问题，我们正在那个进行一些简单的维修。从我们接到的这个反馈来说，大家对这个整个的场馆是非常满意的。现在呢是践行以运动员为核心，就是我们和运动员之间最少是就包括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跟运动员之间是保持2米距离的，就是我们有一些防御围栏。赛后这个场地仍然是会继续作为大众滑雪场来运营，所以它，我刚才说过，它是可以通过塑形的方式去，降低赛道的难度，让大家也可以来用这个奥运的赛道，同时它也能通过塑形的方式把它难度提高，用来举办这个国际的比赛。